科迪，有什么消息吗？已完成再生胶囊的安装和配置，你的私人医疗助理也同步了。太酷了，科迪，我要一杯巧克力奶昔。加比科扎克的食谱吗？加比科扎克的食谱吗？完成了。哇，你真是个美人。我看到他们实现了我所有的设计建议，太棒了。你好，我是第一代的再生胶囊。你愿意接受身体再生手术吗？我一定要这么做吗？在分析你的私人医疗助理提供的数据时，我发现你在十岁时曾骨折，伤口愈合了，但留下了轻微的脱位，使你的关节变形。如果你运动，会导致疼痛和关节软骨的潜在损伤。你16岁时做的阑尾切除手术，在你的皮肤上留下了疤痕。你频繁的不均衡饮食，也导致了你的身体机能失调。我可以消除所有后果，让你的身体恢复到完美状态。你要开始治疗吗？是的，我想是的。但首先，我想多了解你一点。我可以开始播放演示视频了吗？好的，请开始。第一代再生胶囊 1.0 一再生胶囊为您的身体提供独特的日常综合护理，包括对你身体的诊断、预防和治疗，除精神障碍外的任何疾病，恢复失去的身体部位和器官，根据您的意愿塑形，卫生程序和身体美容护理。这种创新的方法不仅能使你的身体健康，还能使你的寿命延长到1500年。再生胶囊在信息和物质层面起作用。二，在物理层面，再生胶囊将检测你体内的任何寄生虫、病毒、细菌或毒素，从中提取能量，并将其转化为对你有用的元素。它可以紧急清除任何病理变化，如血凝块、出血或结石，消除炎症，恢复身体受损的器官和组织。得益于这项技术，人们不再需要洗澡或刷牙等卫生程序，上皮细胞颗粒或任何污垢都会被分解成基本粒子，并被用作改造你身体的有用建材。在信息层面，健康胶囊恢复身体的所有功能，并在 DNA 层面让你的身体恢复活力，因为它包含了关于身体应该如何运作的所有信息。胶囊只改变了 DNA 内部的程序，在超量子水平上只纠正了一个像素，其余的则由生物体根据新信息自行完成。所有不必要的东西都被移除，所有必要的东西都被添加。得益于这项技术，你可以改变你的外表，改变你的身高、体重、身体体积，并为四肢和器官的再生设定一个程序。通过在超量子水平上改变信息，你可以使一个细胞以及整个身体恢复活力并长寿。此外，整个过程发生在微观层面，对你来说完全无痛和安全。多亏于再生胶囊，任何患病的器官都可以立即修复，其功能将恢复。没有必要把自己的心脏换成别人的，它才会跳动。在再生胶囊上运行必要的程序就足够了。现在你可以选择任何你想要的外观。为了改变整个身体，根据人体测量变化的规模，身体根据 DNA 中的新信息进行改变，这是需要时间的。人体的生理变化需要9到14个月的时间。在你的胶囊里开始恢复活力和维持生命的计划，每天你都会感到更健康、更年轻、更强壮，直到达到你计划所规定的生理年轻年龄。在一个年轻健康的身体里，
人的平均寿命可以延长1500年。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改变身体的特征。胶囊技术可以让你成为任何体型、肌肉张力和训练水平的运动员，并根据你设置的参数保持这种形式。你不需要花任何私人时间锻炼，早上花30秒在胶囊里就可以代替几个小时的锻炼，为你的个人发展腾出时间。所有必要的程序，包括卫生，都与改造程序同时进行。胶囊技术非常容易使用，对每个人都是完全安全的。您的个人参数和偏好信息将存储在统一的数据库中。当你旅行时，在世界上任何地方，你都可以用任何其他胶囊激活你的个人程序。您所需要做的就是使用您自己的代码。一个经过完美调整的胶囊将随时为您服务。再生胶囊是一项创新技术，可以让你保持健康和年轻数百年，忘掉任何疾病，提高你的生活质量。我们希望你有一个创造性的使用。哇，太棒了！那么你真的可以治愈所有的疾病吗？是的，事实上，大多数疾病都是由感染引起的。我可以很快消除它们。例如，阿尔茨海默病是由寄生虫感染引起的。这些微寄生虫在自身周围产生钙膜，导致轴突上产生过量的钙。这反过来会导致神经元连接中断和脑细胞死亡。另一方面，这些是活的微生物，所以我可以从它们身上提取能量，从轴突中去除多余的钙，并将其转移到需要的地方。多余的钙就会从体内排出，所有相关的神经元将根据你的 DNA 程序恢复。如果你想增加大脑功能，我也可以创造活跃的神经元，并增加它们的数量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你会逐渐适应大脑功能的增强。治愈一个人的完整程序需要30秒，他们会完全健康地离开胶囊。很高兴知道我不用担心老年痴呆症了，但是你能让我看起来漂亮吗？你的五官和身材都很漂亮，你想做什么改变？我对我的鼻子不太满意，我希望我的屁股能小一点。没有问题，只要选择一个程序。哇，那我就不用再去健身房了。只有当你喜欢的时候，为了享受和社交，我可以对你的身体进行外部改变，而不会对你的健康产生任何负面影响。例如，如果你超重，我可以溶解你组织中的脂肪夹杂物，去除任何多余的脂肪细胞。这将减轻你的体重和体积，同时使整个过程完全在你的控制之下。此外，我可以帮助增加你的肌肉质量，让你提高你的体力和耐力，以及加强你的骨组织和韧带。所有这些都是可能的，而不损害你的健康。整个身体改造项目可以在9到14个月内完成。所以我不用再节食了。你可以吃任何你喜欢的东西，想吃多少就吃多少，你不必再遵循任何节食。我将给你的身体添加任何必要的，并去除不必要的，这包含在日常护理功能中，只需30秒。胶囊的使用有什么限制吗？比如年龄限制？没有限制。等等，即使是新生儿也可以放在胶囊里？是的，事实上这甚至是必要的。而且从怀孕到孩子出生，胶囊完全控制着胎儿的发育。从第一次细胞分裂开始就可以完全控制胎儿的发育，毕竟它已经是一个有机体中的有机体了。婴儿出生时就在完全的监护和照顾下，他会有一个完美的身体，一个完美的程序和一个完美的免疫系统。这种胶囊可以伴随怀孕并在分娩期间使用。它监测胎儿和母亲，它可以在分娩过程中创造一个绝对舒适和适当的状态。还有，我有点困惑，
你说我们不用再洗澡是什么意思？那我们也不用洗手了。这已经没有必要了。更重要的是，传统的淋浴不能像我一样完美安全地清洁你的身体。日常护理后，皮肤上所有多余的上皮细胞、细菌、耳垢和其他身体分泌物都会被清除。这些作为有价值的建材，将转化为对你的身体必需和有益的元素。如果你愿意，我还可以把你身上多余的毛发都去掉。对我来说，这听起来很不错。这听起来真的很诱人，但我只是有点担心，对我们的 DNA 和身体部位进行这么多的操纵，我会在某个时候变成变种人吗？不，那不可能。创造性社会的第一个基础是人类生命的价值，这就是为什么我的所有职能都是为了改善和维护你的健康和幸福。哦，第一基础，我怎么会忘记呢？现在你已经说服了我，我准备好了。你选择哪个程序？首先，每天例行公事。我不应该呼吸，保持静止吗？那没必要，放心吧。让我提醒你，所有的手术都是绝对无痛和安全的。现在扫描你的身体，你有左大脑中动脉瘤，如果不切除，出血性中风的风险仍然很高，恢复血管壁的完整性。动脉瘤已经被切除，再也没有中风的危险了。哇，你在两秒钟内完全消除了中风的威胁。是的，确保你的健康是我的首要任务。开始日常护理，这需要30秒。你想让我打开你最喜欢的视频吗？是的，请。你身体的日常护理程序是完整的。什么意思？30秒结束，祝你有愉快的一天。感觉比泡了一天温泉还爽。妈妈，你好好看看我怎么样？看起来很漂亮。你刚才试过了吗？我已经测试了一个星期了。这太不可思议了。我的胶囊刚把我从中风中救了出来，它检测到一个动脉瘤，并在几秒钟内切除了它。天啊，真的吗？我很高兴现在每个人都能买到这些胶囊。这是真的。那你呢？有什么变化吗？当然，我马上就在健康和恢复活力项目下运行了我的程序。我的皮肤已经改善了，斑点不见了，皱纹也开始减少了。看，最棒的是，我的关节再也不疼了。前几天，我故意不坐电梯就走回公寓，只是为了检查一下。令我惊讶的是，我没有经历任何关节疼痛或呼吸短促。看看你，妈妈，你对胶囊的掌握比我快多了。哦，用起来太方便了。它能告诉我一切，它告诉我需要9个月才能完全恢复活力，但我已经感觉自己像25岁了。哇，妈妈，我真为你高兴。是的，亲爱的，我也是。我很高兴我们能够建立创造性社会。现在所有的疾病和老年都是过去的事情。当然。我接了个电话，得走了。再见。回头再聊，妈妈。
我想知道我们的科学家还会有什么惊人的发现。这是惊人的。